深读一分钟，你的健康深读馆。带状疱疹的预防知识都有啥？带状疱疹的真凶是水痘带状疱疹病毒，洋名 VZV， 深读君就叫它小 V 吧。小 V 的传播路径有两种：搭上飞沫，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；混在水泡的液体里，通过皮肤接触进入人体。预防秘籍来也：一、少去人多的地方，外出戴口罩；二、照顾病人不碰水泡，勤洗手；三、室内常通风，可通过高温水煮、太阳暴晒、喷洒消毒水等方法杀死衣物、日常用品里的小 V。注射疫苗，水痘疫苗能够让你免遭小 V 的祸害，满1周岁的小朋友就可以注射水痘疫苗了。从小接种水痘疫苗，既防水痘又防带状疱疹。如果你身体不是很强壮，又记不清有没有得过水痘，对神经痛非常害怕，那么深读君推荐你注射带状疱疹疫苗。深读是个宝，常看身体好。